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老朋友都知道，我之前在西安住过了3、4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一直觉得西安的这个物价真的挺良心的。但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旅游景点，大家有没有认出来是在哪里？就是在西安的回民街。然后呢，这边的物价其实有一点偏高一些了。那么我今天和卢卡，哎，卢卡在哪去了？你为啥跑到这里来了？避暑。那么我刚才我说啥？啊，对，我今天呢，我要给卢卡钱呢。我们今天要看一下，在这里花100块钱到底能吃得饱？对，吃到什么？对，那怎么？西安这个天气，我看现在多少度？37度。天哪，你们看卢卡的汗，卢卡开始出汗了。哇，你的短袖都变色了。我看，滴滴滴滴，来来来，买瓶水，先照水，3块，价格还可以，正常。虽然昨天在西安，在其他地方我还买了2块，来喝，热死。渴了，喝完了。现在人还不是很多，这里。对，虽然今天周六人还是挺少的。哎，这个鱿鱼感觉挺好吃的。买一个这个。我看今天周六人不多哎。啊，这两天人不多，太热了。太热了，对吧？对。只要我们不要命的，就出来吃饭吧。他就在家里自己做我那点外卖。热到什么地步，你知道吗？花一脸山，真的。对的。这个是不是早上放的，一下子就化掉了？对，一会儿就化掉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比我脸很大。我之前就不爱看，就是钱找的对不对，但是我婆婆讲每次给现金一定要再看一下，会不会给我找对了。20, 40, 60, 80。40, 50, 60, 70, 80，对啊，你老外的数学真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刚才多说了一个。说实话，都是油和自然的味道。衣服也搞脏了，这20块钱花的不值。熟了吗？就一咬不断。嗯，闻起来味道怎么样？主要是油啊。酱是我觉得不行。肯定吃不饱，我们得找一点实惠的，比如啥？要不要面、豆夹馍这些？走，你要这个有没有试吃的？可以尝一下吗？啊，味道还可以，脆脆的。你尝完不买呀？不买，买还要领着，好麻烦，不买。你白嫖。赶紧跑。还有什么？我们吃了到现在，我看吃了一个鱿鱼。价格就味道一般，这什么？你好，这是什么？是甜品吗？甜点？不理我，我就不理你了，我就走掉了。肉什么？这个排队应该还可以。哎，买一个。有没有不带肥肉的？有吗？有。多少钱？我们这要现金。现金也可以。对，我还可以，反正这个价格习惯就好。你看。能到西安不吃肉酱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在杨树举办，我们吃这杯，死了，太热了。大概在显示是什么？过热，能煮鸡蛋现在。天哪！我看这条街叫你们家排排。那说明味道还可以。味道说不上这么好吃，但是还可以。不要谦虚。当然要谦虚。你看我想到了一句话。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在这个情况合适吗？挺合适的，你看多高调。吹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电池现在是烫的。哎，不过我发现了一个，在其他店我之前买的肉酱馍，纯瘦肉的和带肥肉的价格不一样。但这个不管是带肥肉的或者纯瘦肉的都15块钱，挺好的，还挺良心的。差不多，看你们。可以了，哎，可以了。你好，不带肥肉的可以吗？是的。哎，不过现在吃辣的肯定会更热啊，那就不要辣椒，太热。放一点好吃。啊，那就放一点。建议放一点。好，少一点啊。这个不辣，这个香的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哇，好烫！我先给你们看里面。其实这个馍呢，之前我在西安吃过很多很多肉酱馍。我感觉这个馍说实话是有点小，但是15块钱的价格还可以。
然后里面放的辣椒肉，你们看肉还是挺多的。来来吃一口，我感觉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说的对，不算特别好吃。来卢卡，虽然你不是老西安的，但是你之前也吃过肉肉吗？看一下你感觉这个怎么样。Hello 难怪他这样放辣子，都是辣子味。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不是，其实不是说好吃不好吃，我觉得能接受。能接受，15块钱还可以。现在我们用了多少钱了？对啊，我们现在用了是35块钱，还剩多少钱？哎，省了65块钱。不是75。没有啊，那个你，我们花了35，不是花了25。他每天要给我烤水水，真的，我真讨厌。吃完了我感觉太咸了，还是要去买一点水。你拿自己付钱，之前我在国外我是真的没见过，这个在国外不太合适。现金就给不了了，说明这边人还是挺善良的啊。钱我们给过了3元。充电宝最重要，喝水等一等。渴了，喝完了，还真喝完了。天哪，到屁股了。哇，全都湿透了，很舒服。免费蒸桑拿，欢迎来。朋友们，又过热了，是呗？辛苦，中国男人真辛苦。你们知道西安有多热了吧？设备完全拍不了，现在这个电池我跟你说能烫死人。你有没有那种缺氧的感觉？有，缺太多了。我给你接到了，再来，缺氧到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好一点了？好一点了，精神。咦，这什么味道？都是一个味。这个冒烟吗？冒烟不要钱，等一下吃了的时候肯定冒烟呀。这是炸出来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放嘴里就咬开，嚼着吃啊。哦、不能含在嘴里，不能含嘴里不冒烟。我的妈，这个冰激凌这么难呀、啊！你咬开嚼着吃啊，对，嚼着吃，咬开，对，这样吃它不冒烟。这什么呀，这个冰激凌，冰激凌真不一样了。你妈笑的。不是这个，我病了，这种病的，嗯，动不了了，说不了话了。就是现在可能没刚才那么凉了。呀，好吃吗？这东西不是好吃不好吃的。主要是玩，就是冒了一烟。感觉花了15块钱上海自己。15块钱冒一次烟。再见啊！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好。拜拜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那个我喜欢吃的那个馕，我记得是馕，就是是奶奶的奶，还是666的乐，不一样吗？666奶奶不一样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都根本不记得，我之前给你教过的，一个奶奶去超市买牛奶怎么讲？一个奶奶去超市买牛奶。一个奶奶去超市买牛奶。那这个太大了，我们哦，切，马上还要拎着，真难啊！谢谢啊，难，真难，你真的。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乱花了，我们现在只有剩下50块钱，而且我们花了50块钱，我感觉一点都没吃饱，你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所以现在不能乱花了。我们可不能这个炒鱼饭了，不然我们就失败了，钓上失败了。这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。钱够不够？对。呀，这里有什么吃的？不行，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来看都吃不起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还有50块钱，完蛋了。再出找一找，来来看一下这个。啊，这可以。一个土豆扁扁面，还有一个羊肉泡馍，光多少钱？46。好了，50。我叫现金，这个饼分多少钱一瓶？饼分3块。啊，拿两瓶，拿两瓶。那不行，一瓶。不够两瓶，对不起。一个饼的。
可怜死了。好了，开始白馍。第一个朋友们，白馍的话一定要白小一点。卢卡之前开始白馍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白的，你给馍。馍好吃。最后还剩一块钱。兵分两个人一起分。中国西安，你看这个一个饮料代表一个城市的多不多？兵分算一个。现在这个有点尴尬的，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。对，这结束了，这就是99。今天我们花了99，应该是能吃饱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这是吗？一泡馍吗？啊，谢谢。反正经理吃饭都会送一个。算，这是边边面。是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哇。没蒜吗？没有丝，吃蒜。啊啊。就这个蒜也没有吗？啊，这个我也不吃，这个你吃。那西安这个蒜一定要吃，很有特色。你少吃一点，不然嘴太臭了。其实在杭州很难找到这种拌面，而且我个人不喜欢吃这么粗的面，我喜欢吃细面，就比如说鸡丝面呀这些的，这么粗的面他每次他要吃我就不理解，而且是一根，你看三根面都能做出一碗面，还有边边面，哇塞，这个有多长、哦、幸好没掉的，不然对你心疼死了。喝一点热茶暖暖身子。我也是有点冷。刚才完了拿我的一块钱，我回去了，他已经收回去了。他说你咋啦？我说好像完了一块钱，然后他们去那个前台已经收拾好了，给我拿去了。好了，乖乖，那我们吃好了，喝饱了，我们这个挑战，对，我今天花了99元，正好。好了，乖乖，那我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拜拜，拜拜。